下楼，三分钟见不到你，我就上去敲门。上车。上车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还不清楚你的底细啊。只要我想要，不管你走到哪里，我都会把你逮到。这么晚了，你来找我干嘛？没事的话，我先上去了。你打算闹到什么时候啊？我没闹，我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。到底哪里不满意？就因为我没陪你过生日吗？我要上去了。你想要什么？只要你开口，不管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。我不要那些，我要你离开我。不可能。顾毅，你妈已经找过我了，你马上就要跟白云订婚了，你现在做这些有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已经结束了，我以后也不想再见到你。